用什么啊，哥？鸡脚、猪肉、猪肠、猪全部吃吗？两个就够了啦。猪肠跟猪肉。给我一碗就这样哦。来了来了，好，你给我一碗。给一碗。啊，没有，到到到。我就不放手。啊。我吃呀，看这下你别放手。喂，看这下吃上给你。啊。太快了。赶紧有没有人去买羊头呀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对，可以。哦。什么料告诉你们？什么料啊？什么料？保全。啊，对对对，大家可以买来介绍给朋友啊，展示一下你们这很多的这个特产。女儿感觉都是我们开了三十多人，啊，我的家婆说，真的，我的女儿就开始帮忙，就做到现在了，在巴刹卖菜那边，旁边卖，对面是卖菜，旁边是卖猪肉的，啊，这边跑过去了，就是、我没有休息的，我一休息要三十人的，一个月啊，一个月多一点呢、啊，我休息一休息三十人，啊，对。开咯，开了就拿来做咯，自己做咯，不是拿机器的，没有拿机器的，那今天早上做，是我去巴刹开档啊，我就晚上做，放做，在我三点半要起床呢，我一定要晚上做放做的，四点半啊，到十二点就，没有，四点半多一点我就出来，出来开档，到十一点收档喽，回家喽。有时候很早卖完的。两个碗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唔靠。我等一下。Come on.